盆山自古就有盆山老祖的长寿佳话。大家好，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在盆山的北湖公园旁边，在这里居住可看山看江看公园，而且小区自带花园，绿化率高达 40%， 周边的生活配套相当完善，有自己的社区底商自身配套品牌幼儿园，对面就是盆山的中医院，在教育、医疗、商业、生活、购物方面向盆山城区配套，里面的景观已经打造好了。在这里既可以享受城市的核心配套，又可以享受湖光山色、绿水碧波的滨江生活，真正的离城而不离城。现在小区里面一部分是去年交的房，有一部分是今年交房的，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明年交房。在小区里面配备了很多的运动设施，适合大人小孩的都有，下楼之后就可以在小区里面健身了。目前这里的洋房建筑面积从80个平方到125个平方不等，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18平四室两厅双卫的户型。这个房子带精装修，而且还带车位，进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储物柜，在右边是布置的一个书房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室。再往前面走，这边是其中一个卧室，这个卧室可以作为客房或者是长辈房。再往前面走，这边就是客厅。整个户型方正，布局也是非常合理的。在这边就是餐厅的位置，一家人在这里吃晚餐，感觉是非常温馨的。在里面呢就是厨房，整个厨房采用了 U 型的设计，厨房的外面还有一个生活阳台，整个房间感觉是非常宽敞大气的。那我们再到里面来看一下，这边是共有的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是采用了干湿分离的，在旁边是另外一个卧室，那这边呢就是主卧，这个主卧带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也是采用了干湿分离的。那这个就是主卧，整个空间感觉还是挺宽敞的。根据面积和楼层位置的不同，目前这里的洋房带精装修的单价在7000多，一套下来的总价在60万到90万之间，不仅带精装修，而且还送车位，支持全国公积金，怎么样？大家看了喜欢吗？可以留言或者私信。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徐静，咱们下期再见。